我平常在长沙的话，每个星期要上3节新疆舞蹈课，然后现在我又插班，新报了一个非洲鼓这个班。开始还觉得，我会不会学不会，或者是会不会觉得会很难？哇，我自己很认真，很刻苦，每天回来都练习，把老师交代的作业都练习了很多遍。上了2堂课之后，我就找到感觉了。哎，我现在好喜欢敲这个鼓。对面的小姐姐，这首歌是我们22号，就是这个月22号新疆舞整个年会要表演的这个手鼓，要表演它。因为我只上了2堂课，开始的时候回来的时候，眼睛眨都不能眨，盯着这个谱子去敲，一离开这个谱子就会敲错。但是我练了差不多2天不到，然后我现在已经可以不看这个谱，可以敲了。